建立中华民国。今日中华民国109年6月24日，星期三，农历5月初四日，台南市安南区义治顺天府庙冠坟中，建功基地党号台顶，感恩红红元庙红红母娘慈悲，选取良时吉日，举办义治顺天府庙冠坟中。建功基地党号台顶，感谢各位贵宾大驾光临，为本宫增添光彩。现在吉时已到，典礼将要开始。欢迎嘉宾莅临，请入来参香，欢迎。欢迎各位嘉宾莅临，咱的右侧边有咖啡饮料吧吼，有果汁、咖啡、冷饮吼，欢迎咱来使用。大门右侧边有流动厕所，会当使用。啊，咱伫过马路的时阵，咱请注意小心来车吼，多谢。会场两侧有垃圾桶，有哪会当使用？再次欢迎贵宾莅临，感恩，感恩。咱非常的感恩吼，雄威龙狮团拄则为咱带来精彩表演吼，精彩的表演，整个吼非常的感恩。欢迎吼，第一等来中医的主委吼，以及咱的马老师吼，非常的欢迎，欢迎莅临。欢迎贵宾莅临，欢迎贵宾莅临。